3月11日，关淑怡一连两场的 Unexpectedly Shirley Crown in 2008演唱会下月将于宏观举行，为此在今天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解答演唱会的问题。当世界无回归啦，呢首嘅嗰时候应该唔系话系 first part 嗰啲咁样嘅，但系呢首歌系好深入民心噶。呢只应该至我所记得系不歌，唔系不歌添啊，好深入民心，即系我系好中意。但系嗰时候系经卡卡池咧，咁变咗好多人可能喺卡池嗰度。跟住唱埋咁樣，所以就變咗啲好熱呢首歌。難得有第二首獨唱的歌咧，我覺得都係其實好多而家喺樂壇嘅歌手，即係天后級嘅歌手，佢哋咧啱啱開始比賽咧，都係用你啲歌嚟參加賽嘅。我知道係好勁。会上 Shirley 当场公布了由歌迷公选选出的最喜爱的30首歌，这些歌曲都是 Shirley 的经典曲目，但是 Shirley 表示这30首歌未必会全部的出现在演唱会上。刚刚的那几首歌差不多30首歌吧，其实有一点点 有一些真的会唱的，然后有一些就是可能会不会唱的，可是我觉得还是蛮可以，就是有自己的 top ten， 就是我没有想到。对，雪莉表示这次演唱会的主题将和大自然以及环保有关，但对于其他如服装、舞台等演唱会设计，雪莉一律三缄其口，保密功夫可算是做到了家。她说，为了给观众呈现出一场真正的 Unexpectedly 的演唱会，现在一切都暂时无可奉告。这一次演唱会的主题可能是跟大自然的一些，或者是有一些环保的一些意境在，对，就是自然的现象。对，其实我觉得演唱会为什么叫 unexpected， 就是因为这一次演唱会的确是有很多不一样，就是跟以前不一样的一些那个接触点，就是怎么说呢，那个 approachment 是会不一样的。现在反正就是可以说的就是音乐上面就是那个做法也跟一般的演唱会是不一样的，对，是那个是有一些特别的东西。可是我就是不能现在说，因为说出来就不就是没有那个 unexpected 的那个效果，所以我觉得我可以说的就是这样，就是这一些，对。